那就选干你吧，这个我觉得也没别的选了。这把是不是只有这个了？这把也就没得选了，就老老实实的甘宁，老老实实的甘宁。一个悲鸣虎主怎么能打到我远之卫夏侯氏中？而且我还会引起反贼的乌龙。就你们不要讨论我选将，你一个悲鸣虎主起手打四五号位的夏侯氏中能打到吗？就他也定我是反，他打到了吗？就一个铁锁我，如果不是孙权解铁锁，我火攻自己早就把反贼打崩了，好吧？你不用管我选将，赢了就行了。如果你上局我赢了，你都觉得你打得有问题，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来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了，好不好，兄弟？就不要再讨论我的选将了，对吧？我都赢了，你还过来喷我，就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来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了。遵从此诏，乱臣。我赢了，我 MVP，对吧？我核心发挥。流血中没办法，这个咋也是要挨雷的，就挨了吧，老老实实的挨雷吧，老老实实的挨雷吧。以君子之道行兵家之事。流血没杀嘛，有杀肯定两道雷啊，就你们没看张坤直播吗？肯定是没杀的，这不用讨论，我们要相信场上选手的实力。他没有杀一刀，再密诏一回刀，到莫测，那一定是，诡辩无穷。那一定是没有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没有必要讨论。这把主中方太强了。谢谢丧命大佬人间的之气，舰长。行天之道。我选夏侯氏就是因为夏侯氏强，我告诉你，这种房间夏侯氏绝对是强将。你们平时路人发挥不出来，是因为路人不会玩。单乔石的夏侯氏绝对就过牌碾压死对方了。你们如果算一下收益，包括我给内奸的两张牌和我乔石过牌，你们去数一下到底我那一轮过了多少张牌？你强度达不达到原数了？我前前后后大概乔石了大概四次吧，四次就八张牌，我们一共打了四个回仁合。者，信者，就等行于说天每下。轮多了两张，就不要再讨论哪位玩家，就是第一轮的孙策主是那个贴吧，就这个，知识这个是贴可吧大凝神啊。聚，凝滞则练达。我们一会儿先拆片无懈，完了铁锁自己，赶紧把流血带走。那个主公那边有张明的无懈，刚才换的是吧？哎呦，这手牌可以的。弟兄们，准备动手。你用不了这么多了。弟兄们，准备动手。无懈呢？好了。我不要铁锁诸葛瑾打诸葛瑾了。你用不了这么多了。铁锁连环，我不要去铁锁诸葛瑾了，我的血多卖我好了。后援即刻就到，内外夹攻，主将莫及胜。哎呦，这主公逃多呀！主公逃多，唐兹啥技能啊？就那个费血的人，完了寻寻什么，给他开技能了。顺手牵羊，拿些上好的木料来，精挑细选，方能成百年之计。滴答滴答答答。身份差不多了吧？这个是内，这个是中。雷公电母，哎，这个，这不是雷不了呀？这蛋总瞎打了呀？这是。
这个段总这是干嘛？明哲实作。这种有诸葛瑾这种判断，这个失误啊，这是一个，这还不是直接杀一刀呢？这个是失误，这个失误。可能他没有看到诸葛瑾的皮肤。杀的是不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杀可以考虑杀别人。我是一个明桃，你去杀马超，然后密诏拼我，完了反手把桃子拼掉以后再雷击，这稳稳的。这一刀等于帮我与将军共进退，等于多留了一张牌去回血，就等于少打了一滴血。所以这一波这个张角发挥的不好。哎，说实话，这个场面，你死后对比下来，我将超度，是不是？我们大招没人放嘛，你说我也没办法。没有人有五谷啥的，咱也想放。这把选干你也没办法。
啊，不过他后凯哈，他自己也没办法，是的，对。但是能给张角过牌嘛？但是这个逻辑是没有错的，这个我们喷错了，道歉。好，哎，顺手解决了啊！那我刚才拆的也差不多，起码这下我们能多一个木马用，对吧？顺手解决了。这一波拆距离还是有点想法的。哦，这边还有个火攻，这打死流血我们能都打了，希望能打死吧。我能看到，希望能打死吧，希望能打死。我将超度你的亡魂。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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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能看到你的灵魂在颤抖。雷杀。火攻。哦，反手去火攻，那哎，你们有看半个橙子手牌吗？应该质量爆炸呀，这手牌。你死后，我将超度你的亡魂。当然他可能是流血那张牌，他没有花色了，但是手牌质量爆炸。两火攻加一南蛮，哇，真的是无敌啊。啊，我知道他肯定是没回头，对，我知道。解锁连环，但是手牌一定是质量爆炸。这边这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稳了呀，这一波雷击起手流血少杀了一刀是最尴尬的。这边主攻没有黑啊，这有点冒险呀，这有可能判不出来的。聚天之气，这波主攻那边可能是没有黑的，对，那这样子的话流血把杀打完是不是都不一定能批得出来了。遵从此诏，乱臣定出。哦，诸葛瑾留个小点，哎呀漂亮，耀眼。都已经这样子，都已经这样子欺负张角主了。感觉到了新的魂魄。闪。物怪阵，乌娜。好，游戏结束。杀！你可闪得过此一击？威吓苍天！